吃独食上瘾是不是？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脸能当饭吃吗？谁吃谁得。那就不能好好吃个饭，一天跟干仗似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抢着吃才香，今天一个我都不让你抢着。那我得跟人家抢。哎，你别笑。你干啥呀？这是。这样，你看不着，你就不用跟我抢了啊。那你告诉我吃啥？我是空气吗？来，给你个馒头。开始和我整事了，这当当硬咋吃？你行啊，娘。真气人。你真厉害。你吃啊，这回可别说我欺负你啊。瞅你俩那么来气呢。那就别吵。本想对你好一点，可惜你不配，这大烧鸡我自己吃。这辣酱好吃，我得多吃点。啊，真香啊。还得是饺子好吃啊，你就啃你的馒头吧。这烧鸡也太香了吧。啊，真香啊。这馒头啃得挺消停啊，不管了，先吃饺子要紧。你别笑，我这馊主意想的真不错，让你天天踹我，今天我一个饺子都不给你留。让你天天护食，烧鸡一口你都别想吃，看咱俩谁先吃完。你别笑。让我来逗逗你。这饺子蘸辣酱挺好吃呗？谁香谁知道啊，就是不给你吃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太香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瘦的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可以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当个蘸酱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锅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加饭，满满的一箱，十块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十包香锅辣酱。这种活动还在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啃个馒头还这么高兴，这饺子蘸辣酱才是真的香。嗯，啥味呀？难道是我闻错了？咋这么香呢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背着我偷吃烧鸡，赶紧给我！谁不要脸？